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骑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1325集的节目。今天来给大家做 Kingdom 系列第一波就已经推出了 Deluxe Class 的战戟。这款玩具我拿到好一段时间，也拿出来把玩了很多次。原本都已经预计要排下去录节目了，但是呢，都因为某些原因呢，又拍了其他的玩具，所以这个家伙的话呢，我把玩的次数呢就比较多一些。但尽管如此的话呢，我对于它腿部的变形呢，依然感觉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熟练啊，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个家伙跟我真的是不怎么来电啊，可能呢是因为经典3.0那一款给我的感觉太优秀了啊，所以这一款的话呢，尽管它的空洞偷胶有但是呢，涂装的话也不太需要，造型的话呢也很还原啊，甚至我很喜欢它肩膀这个造型，但主要还是在它的变形上并没有得到我的青睐啊，我是觉得说对初学者来说真的是比较不怎么友善啊。那待会在变形的时候再给各位做这方面的展示好了。首先呢，我是比较觉得说呢，像这种战戟啊这种角色的话，它是真的是 G One 前2季才有，第3季之后你我还是那句话，这种1、2季的人物呢，跟第3季之后的角色呢摆在一起的话，我真的觉得是格格不入。所以的话呢，我会更加的喜欢呢，说把这个战戟啊什么的啊，可能跟这个 G1 的这个 OP 放在一起啊。毕竟1、2季的时候呢，博派的老大呢还是 Optimus Prime， 那这可能也是我个人一个小小的执着吧啊。战戟在第3季还有没有他的事啊？我不太记得了啊，但是我记得爵士是有了啊。那么呢，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来看一下啊。首先的话呢，它的一个面雕其实也做的算是蛮还原的，这一个面罩式，然后只露出眼睛，而且它的眼部啊，我个人怀疑它是不是透明件啊，因为它本身有一个异样的一个蛮不赖的一个蛮神秘的一个闪光，一个反光啊，这感觉就像你暗恋的学妹偶尔透露出来的眼神一样啊。那个在告诉你说你不要靠近我啊，并不是其他的意思。但是呢，它的后方呢并没有任何的透光的一个空间给它，所以导致于说它到底是不是透光件啊？如果是的话呢，我只能说很蠢啊！你弄了一个没有办法透光的透光部件，这是哪一招啊？再来的话呢，它的肩膀这一块啊是一个拔插的部件啊，它是可以拿下来的。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如果说拔插变形的话，这个变形我也认了，因为它的一个造型真的是会加分很多，两侧的不对称让它增加了一份战士的感觉，好像这一侧的话呢啊，可以用来防御敌人的攻击啊，就多了几分抵抗的一个感觉。而且在变形的时候呢，这一块部件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后它的可动也不算差啊，手臂360度的转动啊，各位可以看到了，并非是球形关节，手肘弯到约90度，手腕的话呢是可以转动的啊，但是呢手腕的转动是比较偏紧一点的。那由于没有配武器啊，所以手腕的转动好像也感觉不是那么样的必要啊，但是有肯定是比没有好啊，至少我们不会在节目里头骂它，对不对啊？然后腰身的话呢，它是设计可以转动啊，但是后方的造型局限比较大，脚前后侧踢都没有问题啊，膝盖弯到约90度，这个脚底板是一个超大的一个造型啊，那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地，所以站立性来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啊，完全有一个重装博派战士的感觉。那么背部的话呢，也算是干净利落了啊，并没有多余的背包，整个是很平的啊，整体来说它还是不错的一款这个小型的玩具吧， Deluxe 等级算是偏小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尺寸等级，但是它的变形的话呢，我个人真的觉得不是那么样的友善啊。那我们呢现在就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Deluxe Class 的战戟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这个的话有一个，如果不照这个套路来变，说真的我也不会变啊。首先的话我们先把这个手后面啊有一个履带的这个部分啊把它挑出来，也暂时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履带的一个形象，到这手臂给打直。再来的话呢，把这个后方这一块部件啊，往就前后身体这样分开，往后推就可以了，往后面推，然后推过来之后的话呢，我们要把这一块部件啊，就屁连的这块部件啊，要穿过这个洞呢，把它往上面整个给推上去。那推这个地方啊，是不是很好推啊？第一次推的时候，整个是喷溅啊，听说长得帅的人是比较容易喷溅啊，主要是这个地方没有打铆钉啊，所以这块部件整个喷起来是有可能的。那我习惯是把这个炮台先转到侧边啊，让它能够推高一点点啊，一定要推出来，再把里面这一片呢给跟着给翻出来。然后呢，跟这个部件的话呢，就组合出一个坦克的一个尾部啊。那这个地方的话，就这个部件是往下面放，这样子，整个的话就会稍微的去，去把它 match 成一个坦克的一个尾部的造型。但这里的话呢，我这种是有点必须要小心一点去 match 的一个感觉呢，我个人是比较没有那么样中意啊。然后呢，就我推过来到这边，整个是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那么到这儿就暂时先到这就行了。再来呢，把这个部件给打开，然后呢，这个炮管的部分啊是要拉出去的啊。你看到没有？这里面有个部件推出去，推出来啊。这个是经典 3.0 的玩具呢，也是有这个机构的。整个拉出去之后呢，这个头的话呢才有空间翻进去。当然你要变形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翻了啊，但是你也可以有一个小乐趣这样推啊，它会有一个稍微翘起来一个角度，虽然是没有什么必要的角度啊，这个我宁愿泡翘一点，我也不要翘头，对不对？再来的话，我们就进行腿部的变形。腿部的变形呢，可以说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难受啦。我们这个手你可以先扣，没关系啊。我大概讲解一下这个脚是怎么个难变法，就是说，首先呢，我们一定是先把脚后跟这个地方给解开啊，这个地方。脚后跟这地方有个部件可以解开，整个翻出去。如果这个地方从解开就会，你就从侧面看就会像这样子。OK， 一个更完整的履带就出现了。再来的话呢，我们是怎么做呢？把这个，你看到这个地方啊，大腿，我们要把这个空洞处转到前方，转到前方，然后怎么做呢？把这个部件，整个部件翻折出来，再把内部这个部件也翻折出来。OK。偏侧出来，再把这个部件往上翻。好，这个时候呢，到这儿，再来的话呢，把这个部件呢转90度。转90度的时候呢，这一块凸呢要放进去大腿的这个内侧这一带啊。我们先把手再次的给解开，你看一下你就知道了。这个地方，哎，到这个位置上面，然后呢再把这个手呢给塞到里头去。你可以这个时候先做这个简单的结合。好，这个呢就是一侧的变形就完成了。看起来呢，看我这样变呢，当然是觉得好像很简单。其实一开始变的时候呢，你这个大腿的关键就是这个地方，你要转到人物的正前方。如果你不这样转的话呢，真的是会掰来掰去呢，它就是没有办法到一个定位。这个地方掰过来之后呢，把这个部件往内翻进去，里头这个部件往外翻出来，两个部件就靠在一块。这个地方往上面推。再来的话呢，把这个地方打正的情况下呢，把这个脚往上放。你也可以先把脚的地方给翻过去，把这一块凸呢塞到这个大腿的空洞处这个地方去把它填补起来。然后呢，前方的部件的话呢，再做个简单的小调整。最后把拳头给塞到履带内侧去。然后这里有一个，毫无疑问这里看得很清楚啊，有一个结合的一个机构在这扣上去。最后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呢，有一点不是很顺手的啊，就这两侧的结合啊，我真的觉得这个不太像官方的一个，应该说这种咬合方式我是知道，但是呢，它就等于是一个蛮悬空的一个地方啊，你手指头从这个地方啊去稍微 handle 它一下，才能够把它比较有高效率的把它给扣好啊。那么呢，最后就是一个严丝合缝的一个密合。那最后呢，这块部件呢真的很重要啊。就是利用这个凸跟凹呢，去咬合住这里，以及这里有两个凹，那一样是扣内侧有两个凸啊。这个地方的话就赶快把它扣上嘛，不然的话呢，这个坦克的结构呢，其实呢并不是很坚固啊。你看，一个不小心压错了，你看这个就整个就，反正呢，我个人的话呢，对于这一款的变形的话呢，是感觉对初学者来讲，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亲民啊。这第一次摸索的时候呢，是肯定问题。应该是会不少的啊，那当然有人说那是你自己问题很多，你不要说大家问题都很多，你白痴，难道全世界都跟你一样白痴吗？啊，好吧，如果你这样说我也认了。OK，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坦克的一个形象，那滚动性还是有，而且也不算太差。那么作为一台坦克啊，这个后面这是不是没有弄好，不够漂亮的感觉，对不对？好，这个坦克的话呢，只要上面的炮塔能够动啊，我前几期录这个 G2 配色的那个世代精选系列的 Megs， 我就这样说啊，这炮塔能动也就给它个60分了啊。那有人说这个炮管过短，其实我不太记得 G One 里头，因为这个算很细节，它的炮管到底，除非你很喜欢这个角色，应该没有人会去记它这个炮管是到坦克的这里还是延伸到外面啊，其实应该没几个人会记得住了啊。然后呢，它的一个坦克的一个车形态还是感觉还是偏小一点点，略小啊。你看，比这个之前的一个低级还是小一点点，但是它的细节做得不错啊。以一个以 G One 的造型来说的话呢，这种细节的呈现算是比较丰富也比较多了。然后这个红色我也喜欢，然后真的非常有，应该是就是地球上的一个坦克的一个样子。经典 3.0 那个的话，它是 H 型的履带，而且两侧还有多一些比较花俏的一个炮塔。这个的话呢，就非常硬派的一个坦克车的一个造型啊。整体来说的话呢，以不管造型啊，不管是人形或坦克，我都觉得它做的不错。但是这个变形的话呢，如果你没有拿捏好这个大腿的这个空洞处是翻到特定角度的话呢，恐怕不是那么样容易去做一个掌握了啊。那包覆度也算很好，人形也几乎都看不，从正面来看可以说是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它不算是一个很差的玩具。那变形你如果熟悉的话，也还算可以，但是对初学者来讲真的不太友好就是了啊。那就可能有人会嫌它体型太小，但是战戟本来在 G One 里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小体型的一个家伙啊。OK， 那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